那你时间快到了，你现在两秒，你时间快到了，你时间快到，但这个机会直接拉出来了，输鱼哦，输鱼哦，两秒输一个，那个缘木求鱼的精神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这个我真的看起来没有把握哎，来，再来洗衣球的部分试试看咯，我先试看看全包会不会自杀哦，看起来，喂，喂，哎，哇塞，太夸张了吧，我刚讲的是全包，喂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首先是地理有知吗？哎，这一集呢会很混乱哦。这个如果你有跟我们直播就知道，这个是事后补的一个开场。嗯，好，就是反正就是呢，我们到了之后就边一路直播给大家看嘛，边走过来，然后来到这边就很多观众啊，发现很多人在等我们，一开店然后就一团混乱，然后我们就拍了一集很混乱的一集，然后就拍完了，然后我想说好吧，那就直接把这个做成一集好了，观众特辑，就观众特辑，观众加上我偶尔有小玩一下，稍小试水温的一集让大家看一下。那这边其实目前的感受度就真的蛮不错的，大家都一箱一箱在带的，蛮屌的一个店家。反正大家先看一下这一集吧，那这一集也会抽一些小奖了哈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吧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有一个粉丝呢拿了我的100块了，好，这粉丝大家会有点熟悉啊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开始表演吧。这个是我们现场这个直播观众哦点名的，还要叫他夹这个啊，给大家看一下他帅气的演出，挡到镜头。哦呦哦呦哦呦，上挡板上挡板。你有要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现在的状态吗？还是要都要我来？我应该就直接听捏中断看看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，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躺平了呢。哎，其实状态很好哎，刚刚那个爪子的状态，可惜了，真的是可惜了。就好了，结束。结束，你表演结束了，你的表演结束了。要打出来，没有，也没有一定啊，也没有一定。没有，我只是刚刚那个只是确认一下，而且你就投钱就投进去了。是刚刚的。而且你们知道这一支影片超级真实的，我一路走过来直播啊，我连跟店家知会一下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店家音乐都还在播。通常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播那么大声才对。那反正我们就看看。拿不出来。刚刚有点滑铁卢，我们看能不能成功的征战这个。他刚刚已经硬生生浪费了我40块。哇，他的把手是拉得起来的，人家爪距没有开很大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哎，不是，没事没事。很难瞧角度，我都看到了。哎呦！我有帮大家补过妆吗？哇哇哇哇！刚好正要瞧角度。怎样？好，30块。你刚刚那个声音是很骄傲的一个声音的意思吗？没有，这很基本啊。再添加口气。哦，有了2罐啊，1罐而已。可以3崩吧？哦呦呦呦呦呦呦！正面可以3崩吧？正面啊？对啊，崩个3罐吧。哇哇，老板现在又在那个，又在怂恿其他人，这出一张乱怂恿一通，平常都是我做的事情。哇，太前面了，太前面了。夹子速度还好吧？我觉得是蛮快的，没有到很就正常啊。哦呦，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可惜了，可惜。要打3拍了，因为它这要慢一点。啊，慢一些些啦，说真的。哦呦，有了有了，哇，好厉害，他把它推出来，应该还可以。哇，不错不错。有2个，哇，那是用播的吗？对，好强哦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哦，它里面放了一堆，然后硬出，等下里面被砸破就知道。哦，都应该要拿起来了。这个我真的看起来没有把握哎。来，再来洗衣球的部分试试看咯。我先试看看全包会不会自杀哦。看起来，喂，哇，喂，哎，哇塞。太夸张了吧！我刚讲的是全包。喂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对你来讲太简单了？他好像在放水。所以他刚刚做的事情是把后面那个拉出来撞前面的直接喷出来。对啊。所以也就是说前面这里也可以拉后面的直接喷出来喽。你又45度角。那一个嘛，那个有机会啊。但是有要吸到那个盖子才有啊。哇，下面战声一片哎。对啊。还是我这频道给你，然后你的店给我。哦，我也要出来哎。可是他那一次夹2罐，他爪力是不是很强啊？蛮强的，真的蛮强的。推到。没办法了。泡面，来。摆的好像蛤蟆哦。蛤蟆？什么蛤蟆？就是我们在烤的那个。第二层。好。先翻烫看看。就是对啊，两爪翻出来。
哦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爪子已经算是我觉得不错的了。我们只有看过我有几掐，这样子的时候爪子会立刻滑掉了。哎呦呦呦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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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又没了，你花钱如流水哦，好夸张哦。好了，最后一点点。卫生纸钱会不够用了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给大家看洗衣球跟……哎，洗衣球那样子出，大家还有什么意见？大家说要把它剪成封面照啊？你说刚刚那个吗？对啊。可是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没有很好哎，我的角度啦。哎呦！现场观众指定，这是巧克力蛋糕之类的吗？曲奇饼啊，曲奇饼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要不要去那旁边？应该捏四十五。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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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跟我那天去夹那 Kitty 那个很像。哦，有了，哇！我们现在正式宣布呢，这个频道我们换人做主哦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开他们直播的时候啊。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就是这样摆，我觉得很夸张。这个我不太敢相信，就是他怎么就这样摆，莫名其妙。我们试试看哦。这个你会辣肠？不知道哎，我压力有没有大？压力山大。哇，没有出来。哎呦，旁边在抖。有没有？这个到底是什么诡异的一个摆放方法？超莫名其妙的。旁边科比斯也是两百。观众的表演，这是我们观众的老公的样子吧？是老公吗？好，老公不会。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啊。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有了，吸到哇，两罐。哇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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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可以再剪。真的吗？哇，后面剪这个吗？后面老婆下指导棋了，她也喜欢累，她也喜欢累。请问你们两位平常出来大概都是谁在夹为主？你们两个一起吗？你比较疯狂。我觉得那个粉红色的很有机会。哪一个？右边那个粉红色的，你看到的第一个粉红色的，你把它拉起来，有机会撞到橘色那个，然后直接滚下来。那你时间快到了，快去！你时间快到了，你时间快，但这个机会直接拉出来哦，术语哦，术语哦，两秒输一个。那个缘木求鱼的精神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守株待兔，好，他们家的饮料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摆这样，超级不合理的。这种就是如果我没有开直播啊，绝对被臭翻掉的一个状态。但他竟然真的就是摆这样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哇！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真的是忍不住想要吐槽哎。我们要不要直接办一个龙潭场啊？龙潭的那个大赛啊，龙潭比赛我觉得可以耶，龙潭比赛可以耶。他要是店家真的都摆这么佛，这个龙潭比赛会很好，很精彩哦。因为这真的是我看直播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家里在开直播就是长这样，就他们自己店里面摆开直播就长这样，我就很怀疑说真的假的。这独角角可以啊，来，那换老婆上场。没事啦，大家都会紧张啊。哦呦，你看，随便碰一下就出来了。哎，真的不是业配啊，我是觉得蛮夸张的。什么意思？那个下面那个抽到下面那个两罐会一起出来。他们用完了。哎，你们用完了吗？对。还要自己补钱。今天都是补钱流，那我真的觉得今天这样子靠他们的钱，我就可以做一集了。哦呦，包到出来两罐，你看全包直接出哎，我几款逮几。左方那个后面那个紫色，你甩进去捏它合上。对，要甩出去。那洗衣球小小滑铁卢没关系，反正是我的钱嘛，大家都花我的钱，像不用不是钱一样。好，来开始吧。这个应该 OK 吧？它这个摆成这个样子，那个绿色、那个绿色、红色都可以，红色有机会把绿色直接顶出来了。二收一下，刚有按到吗？有吗？看起来有点不像。有机会直接捏两包啊，其实甩小甩二收一下，两包直接捏出来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，碎哦碎哦，不错不错。这个试试看，这个如果加多一点呢，又可以送大家了。怎么这么慢呢？哦呦，这个爪子很好玩哦。有没有？啊，黑色的。哎，好夸张哦。
什么意思啊？它这个爪子很慢，但是不搞哎。哇，我还以为会有。那个要有啦。护企鹅好像就只有这一个而已。这应该店家应该还有库存吧？里面都是那个。哎，贪心时间，一爪压，两爪夹，有可能直接大搞笑，不过我还是要贪心一下。有抓加起来，哎，没收，没收。没收，没收，没收，过电啊！对啦，他过电，因为他过电眼了，所以他就没有收了。对，老板娘想要示范拉台，他觉得这应该可以拉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拉台的女王，你看他讲出拉台，他真的是我们的观众哎！哦呦呦呦呦呦呦！这好慢哦，不行哦，不行不行，那哎，绿色那一包收起来，那包门前绿色那一包来不及了，哇，不行了，门前绿色那一包抓起来，来让你示范一下夹东西出来。可是我很烂。门前绿色那一包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对啊，下去二收就好了。哇，有了，哇，骗人！那去拉后面粉红色那一包，哪一个？你说它里面？去后面，对，拉红粉红色那一包。你说这个里面那一包？对啊。这样会出吗？会啊，当然会啊。这样子啊？对。有，好了，出来。可惜没有拉出来。来一样啦，这种饮料不知道为什么都摆这样，这到底是什么逻辑？这些是不用钱吗？你只要稍微，你看它这个，其实我光是这样晃动啊。你看，那就快要掉下来，它就快要掉下来了。然后我们就来随便搞一下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还在那边说大话，这不是大话，我是在跟大家讲它摆的有多么的佛心啊，真的是有够佛心的。这个其实我想要小刀爪下去，但我不确定它的爪子这样倒不倒下去，这样就下来了。旁边有人默默在出货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有听到咚的声音呢。你看，哇！你看，崩了。这个要是。我是一个刚开始出来做这个的，然后我不懂得开直播以及叫现场观众来的话、啊，现在下面的留言已经一片骂声了，屁咧，这是业配吧、摆拍吧之类的，绝对是这样子的。但还好，我有开直播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场观众来这边也体验的蛮不错啊。算了，先这样。他们家这种，人家外面要什么几十样才可以换的袋子啊，我加满一车，直接这样子给你十元出汇，有够扯的。超可爱，就是美乐蒂袋子啊，还有酷企鹅袋子。这一集呢，我就会把下一集抽到的零食，加上这个袋子啊，好一起送给你啦。好可爱，酷企鹅是老板娘要的啊，我们送你们美乐蒂，好不好？好。很可爱，它这一台机器就在我旁边而已。设定的爪力很强。虽然说真的好慢，但它很强。你有捏到头，就会把它吸过来，然后咚就滚出来。好扯哦。然后老板说他基本上他这边设定都没有改过，就是都长这样，一个多月来都长这样，蛮扯的。刚刚有看到很多离奇的，就是我们观众出货画面嘛，所以这一家不错。然后等一下呢，下一集，好，我们正式来试试看，我想要哈试试看那个有没有机会把这边清台，这边真的是蛮好夹的，试着清台试试看。这一集很简单，这一集我们有一个观众很特别。你说乱入那也是乱入啦，就是他刚好来这里。他是谁？他是谁可以吧？很好笑吧？就这一集，因为这一集就是比较简单的送点小东西，就是你知道留他是谁这样就好了。所有人把他名字打出来。不要打他名字，好不好？他是谁？我就抽奖，抽个两个吧，抽个两个这个，然后送零食给大家。然后那个应该是这一集上的隔一天哦，就会有这边。贪吃兔的这个正片，好，所以就是大家自己再关注一下，下一集会送很棒的东西给你们，然后应该会有很多很厉害的，或者大家会有一个非常强的清台出货画面，就这样，所以记得不要错过前面的抽奖、后面的抽奖、自己的抽奖跟下面那集的抽奖，要大家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OK， 下一集再见，明天见，拜拜。